欢迎来到男子个人行的决赛现场，红方运动员来自科威特，蓝方运动员来自日本。这两支队伍的行的实力在整个亚洲比赛还是相对有比较有实力的，这可能是一个非常比好看的一场比赛盛宴，巅峰对决。是的。好，让我们看一下红方运动员他率先出场，他的表现如何呢？这也是代表此次亚锦赛男子个人行的最高水平，最高水平也是冠军争夺赛，所以说是非常的精彩。就西红带五十四步大，这位来自科威特的选手，他也是世界排名非常高，然后他是上一届的亚锦赛冠军，亚运会获得了铜牌，水平非常高的一位运动员啊，这一个转身也是非常的稳，既快又稳，难度就是在这里，还能够展现出他的力量。是的，这是对运动员的核心。运动员在训练的时候对核心力量的训练啊，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就像我们在平时说的腰马合一，就是所谓我们现在体现的核心力量。方选手演练完成，我们看一下裁判员给他的打分啊，此时运动员的心情也是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状态，好，现在分数已经出来41.4分啊，是非常高的一个分值。对，本场比赛算是非常高，
平均分都已经超过了8分。对，是的。啊，日本男子个人行啊，以及日本男子团体行都是世界霸主级的地位。是的。啊，我们期待一下场上运动员在这次比赛的一个表现，会给我们带来一场不一样的精彩。南方选手给我们演练的是108 Super Lean Bay， 这套型对于呼吸非常的要求极高，呼吸与动作的配合就相当于我们说的气与力的结合。我们看他站的是三站立，气与力的结合非常的明显。细心的小伙伴可以观看到我们选手的腹部，对，他用的是腹式呼吸，这是在我们运动当中常用的一种呼吸方式。好，背部也是有很明显的提气以及发力的状况。是的。苏巴林派108这套型在国际赛场上是非常受欢迎的一套型，每每你到超级联赛或者世界比赛中的决赛都会有体现这套型的展示。蓝方选手和红方选手演练的型是完全是两个风格的型。红方，我们看他的型的节奏，快慢的结合，就是运动员对这个型的理解。是的，其实每一套型它都有一个自己的灵魂，就是运动员对型的一个刚刚老师提到的理解。对的。有一个轻微的晃动，对的，这个是要扣分的。对，在我们评判标准中，这是扣分项目。在世界控制刀联盟竞赛规则里面啊，关于失误，就是犯规行为，也就是扣分的一些项目上面，就有一条稍有失去平衡，这就是扣分的行为。是的。啊，如果双方选手水平非常接近的情况下面，如果出现这样一个非常细小的失误，那么该选手就极有可能失去该次比赛的奖牌。奖牌，是的。啊，这个因为是冠军争夺赛，如果输了比赛的话，那运动员就只能遗憾地拿一块银牌。高手较量。不知道后面的那个，因为这样一个轻微的影响，有没有影响到后面这个运动员对这一套型的这个演练？但是目前看下来还是没有。那个运动员快速的从这个环境中走出来，是的，把这套型能够完整的演练下去。但是我相信，场上的运动员还是心里非常的懊恼、紧张。对，因为这个运动员不光有良好的技术，还要有一个强大的心脏。对，要能及时面对错误。裁判员对蓝方运动员的一个打分，43.1分。看来啊，并没有因为这样一个非常细微的一个小失误
小失误，而输得了该场比赛。场上主裁是来自中国的贾平。好的，恭喜日本选手获得了男子个人型的冠军，也同时恭喜科威特选手获得了一枚宝贵的银牌。让我们一起恭喜两位选手，给我们带来了一场非常精彩绝伦的比赛。对的，从整体水平上来看，那个日本队的选手